掉下来了。你的冷气是刚才关的？对啊，我关了。那要去关总电吗？我想说你怎么完全没风？需要关总你要电开冷气啊？没有啦，需要关总电对你没有说，吧？对你说没有，对你说别紧张啊。好多其实螺丝可以放你的右侧就好。因为他们都放右边。